师兄，你是不是练成了葫芦剑法？我方才看出来了。还不算完全练成。兰儿她陪我在嵩山待了半个月，我为了带她出山，所以我必须练成。原来一直都是兰儿妹妹在陪着你，那我便放心了。外面的雨好像停了，我出去看看。从你贵极人臣，落为一待死之囚，心情如何？李斯，你我同床一场，我哪里得罪于你？你要这样加害于我？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你的存在于我而言，便是一种威胁。你不该成为大王的宠臣，你更不该挡在我的前头。像你这样一个连话都说不好的人，你有什么资格同我竞争相位？你知道吗？我拼搏了多少年才爬到今天这个位子上，我绝对不允许有任何人夺走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原来是因为相位。韩非，如今你是咎由自取，你既已献身为秦，你竟还奢望要保韩，你的所言所为只不过是徒劳无功罢了，你认清事实吧。韩非敬仰大大王赢得，望贡献所学献策，我也未动过要夺相位之念。够了，夺不夺相位由不得你心意，只要大王眼里还有你一天，我就非得让你离开咸阳城不可。你现在狡辩这些已经为时太晚，因你欺君瞒上，兴风作浪，大王对此甚恼，已经决定出兵伐韩，灭韩以消心头之气。什么？李斯，你所言为真？句句为真。这便是我今日来的目的。韩非，你若是还想向大王自首认罪，看在你我同窗的份上，我或许为你求情，留你一条命。你好自为之吧。Thank you.
师妹，大师兄。大师兄，师妹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这次有劳大师兄费心了。有劳师弟了，带他回去吧。师兄，谢谢你。抬头望，天色又将晚。走吧。期许了蓝色的心愿，竹林间落叶光丝线，细数着时光的今天，却转不过早已笃定。我不会再让你离开我吧，我会用我的生命保护你。严正从小，身边就没有一个人可以真心待他，他也没有可以自己完全信任的人。红尘是非，我为严正生了一个孩子，我要回咸阳。是多情，你看我不过，也是我。在你心里，严正终究比我重要。上仪，给昌平君的药都安排好了吗？回夫人的话，昌平君每日会服一帖安身汤，咱们买通的人已经将药送入府内，此药毒性甚强，只要服下，绝技很快会死。只要昌平君一死，照计划，李斯必能取而代之。这么大的人情，这往后啊，这李斯还不得对我言听计从了吗？夫人英明。大人，我们的人传来消息，楚夫人要对昌平君下手了，咱们该怎么办？我们就将计就计，拿楚夫人害昌平君的药除掉韩非，这就是他在大王面前进言伐赵的下场。那九眼琉璃柱可派上大用场了，这叫借刀杀人，又叫一石二鸟之计，既可杀了韩非，又可嫁祸给楚夫人和李斯，想想都觉得害怕。大王会如何处置他们？还有这件事儿，你要亲自去办，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。是，这个奴才知道。大王，再往东去就要出函谷关了，此去军塞五道有数条，臣建议还是向虎贲军下达通缉令，这样能尽快找到丽夫人。然一发出通缉令，说明寡人断定丽儿是私自出逃的。臣明白，但是时间耽搁得越久，臣担心丽夫人会越危险。大王，你看，停！生了什么事？大王，我的事过后我一定会向大王一一道明，但眼下最要紧的是韩非先生的安危。此次我被挟持出宫，我已经知道幕后肯定是有人操纵，大王一定要相信韩非先生，他绝对是无辜的。所谓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大王，
韩非先生，他声名远扬，绝无叛秦之心，骤然入狱，大秦此举恐不能服天下。大王，韩非先生这次一定是被奸人所害，望大王能够回到朝廷中，将韩非先生释放出来。神汤已经准备好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先生，老奴来看望先生。哎呀，先生如今身陷囹圄，备受折辱啊。想当初入秦之时，就是再怎么才高心傲，都已成过眼云烟了。如今大王恐早已忘了先生。先生如欲早日脱离苦海，此有一法。当下先生如若愧对韩国，以身殉之，或许还能留个尽忠服过之名啊。韩非先生，大王来看你了。房门打开，诺，我去叫人。韩非先生，传太医。这就是寡人最致命的弱点，猜疑、妒忌、寡恩、冷酷。因为寡人的弱点，害死了韩非先生。大王，
民间有句话说，事无咸鱼，傍随玉质。大王这段日子十分宠幸韩非先生，没想到却为他引来了杀身之祸。这不是大王的错，只是有心人利用这一点谋害了他。丽儿，你说是谁谋害了韩非先生？臣妾以为，琉璃珠乃南楚上等珠宝，非王族不可拿到，而宫中南楚王族只有楚夫人。虽然没有证据，但此事与他必定脱不了干系。说得有道理，那你被挟持的事与他有关系吗？你说挟持你的人是丹顶门的夏侯耀，他到底是为谁做事的？竟然这么大胆，在寡人的王宫中横行霸道，若也是楚夫人安排，寡人绝不轻饶。臣妾认为这件事并不是楚夫人所为，或者应该说不是秦宫的女婢所能办得到的。夏侯鞅在挟持我的地方与我交谈中曾经不小心说过。谁指使你的？你住谁又爱谁的路，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你还想不明白吗？李斯，所以应该不是楚夫人做的。那你觉得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？我还不能确定，只是大王不觉得这一切都极巧吗？首先有人诬陷韩非先生入狱，接着夏侯鞅挟持我出宫，想要置我于死地。丽夫人曾去探望过逆臣韩非，丽夫人毫不避嫌地私下探望逆臣，把大秦利益和后宫安危视为无物，到底是何居心？如今丽夫人又私自离宫，臣妾是担忧丽夫人在外与逆臣串谋，会对我大秦不利呀。若真的是他们两个，寡人绝不轻饶。廷尉大人。夫人。为什么会如此？丽姬自己怎么会回宫？一切都乱了。为什么死的不是长平君，是韩非？李斯，我也想不明白，是谁会去暗中助丽姬逃脱？我李斯派出的江湖高手武功极高，以丽姬的功夫，绝对不可能应付得了他呀。那韩非的死是怎么回事啊？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汤药被调包了，有人在更早之前就知道了我们的计划，并且把陷害韩非一事栽赃在我们头上。今后我们在宫中一定要更加小心，您的身边或许被安插了敌人的眼线，而您却不自知。狼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一个人在屋里闷得慌，所以就出来走走。坐吧。嗯。
靖大哥，对不起啊。好端端的道什么歉？我突然觉得，让你去救丽姐姐是错的。我以为你心里有她，你就应该去救她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让你去救一个伤害你最深的人，会让你更加难受。兰儿，这不是你的错，别揽在自己身上。不，就是我的错。你伤得这么重，我陪在你身边，想尽一切办法让你开心，却始终照顾不好你，真的好自责。我是不是就不该让你去见丽姐姐啊？在你身边这么久，却始终不知如何了解你的心情。也许让你一个人静一静，才是更好的选择吧。傻丫头，说什么呢？我很好，别再怪自己了。妹妹此次历劫，大王愁了几日，食不下咽，夜不成寐，索性平安归来。说实话，虽然本宫知道妹妹有武功在身，但也是为你担忧了好几日呀。让姐姐操心了。这几日妹妹不在宫里，宫中谣言四起，有人说妹妹再度擅自出宫，也有人说你与外臣勾结。其实你知我知，最有可能构陷妹妹的人就是楚夫人，只可惜我们没有证据。近日楚夫人与廷尉走得很近，廷尉大人居心叵测，若是没有利益的事情，是绝对不会沾边的。楚夫人定是与他谈下条件，不知道私底下又会做些什么勾当。楚夫人和廷尉大人同出难处，若是他们只是互为乡愁，倒也没什么奇怪的。妹妹，你觉得韩非先生的死会不会跟他们有关联？其实这两日我也在想同样的问题。廷尉大人虽是与韩非先生同窗，但是廷尉大人妒忌韩非受大王重用，因此以存韩之事来构陷韩非先生入狱，再借此机会命人送去毒药，说是大王赐死。但仔细一想，这件事情似乎并不是那么寻常。如何不寻常？夫人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夫人，夫人，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什么事？景良人他死了。什么？夫人您慢点，眼下这情形本宫怎么缓得下来？景良人怎么平白无故的死了呢？哎，那是祖太后宫里的吴凤仪。凤仪参见楚夫人。哎，本宫不是已经找人去通报说我要亲自去见祖太后了吗？你怎么来了？正是因为得到了通报，凤仪才特别前来告知夫人近日不要入宫了。为什么？祖太后最近身体不适，需要调养，太医说祖太后应该静心休养安神，最近一段日子不接见任何人。
这怎么行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出了多大的事情？本宫必须亲自向祖太后说明事情的原委，要不然真的出了什么事儿，谁替我做主啊？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儿，就是夫人您现在冲进华阳宫，祖太后也见不了您。太医为了让祖太后舒适些，这段时日一直让祖太后睡得很沉，所以夫人，您还是回去吧。哎，那夫人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呀？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？太医，请留步。啊，夫人。太医，景良人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这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怎么突然就死了？啊，回夫人，微臣方才初查，景良人面色乌黑，应是中毒身亡。中毒？啊，这究竟什么人要毒害他？太医，景良人他中的是什么毒？回夫人，微臣还不太确定。微臣初至时，发现良人的身体抽搐不停，呼吸时吸不上气来，面色逐渐乌黑而亡，可能是有人下了一种含有藜芦的毒药。藜芦？是，这藜芦乃是一种野草，前些年常见于两军对战时，有人将藜芦用于士兵饮用的河水之中，以此来削弱敌军的实力。微臣没想到的是，会有人将此药用于宫中。两位夫人，那微臣先告退了。有劳太医了。究竟是什么人这样恶毒，居然这样残害景良人？臣妾参见大王。大王，今日您宴请群臣，可群臣不知何故抗旨未到，朕成何体统，该当何罪？今日宴请，寡人就请了你们。来，过来说话。诺。韩非先生所著二柄译文，寡人有些不记得了，你给寡人背两句听听。明主之所导，至及臣者二柄而已矣。二柄，二柄者，行德也。怎么说到韩非先生，你竟然和他一样，有些口吃起来了？中常侍大人，韩非先生写给韩王的那卷帛书，是否交由您来保管？可否借本宫一看？敢问丽夫人为何要看那卷帛书啊？那卷帛书的真伪攸关于韩非先生的清白，如若不是韩非先生所写，就可以证明韩非先生并无与韩王私通之心。大王，臣妾请求重新审阅帛书。如今韩非先生已经故去，还有必要检验这帛书吗？楚夫人，
七国文字各有异同，韩非先生出身于韩国，如若说这卷帛书是韩非先生所写，他要去给韩王写一封密信，那韩非先生在这卷帛书当中应该是用韩文还是用秦文？这个或许夫人认为韩非先生的这封密信应该用楚文去写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是楚文？昌平君。臣在。昌平君出身于楚国，又在大秦多年，阅历甚广，对七国文字皆有涉猎，再加上本宫出身前卫，对于魏文和韩文略有所悉，不知大王可否准许由昌平君和我一起去审阅这卷帛文？若这是大王的旨意，臣自然奉陪。赵高。臣在。把帛文拿出来。诺。李斯，你说说，这宫中除了你，还有谁会谋害韩非先生？大王，大王，臣发誓，天地良心，臣虽妒忌过韩非先生的才华，但曾经是同窗，多年以来惺惺相惜。臣怎么可能加害韩非先生？望大王彻查此事，揪出逆犯，为韩非先生之死昭雪。厉夫人，这帛文上的字是不是更近于楚文？先让昌平君说吧。昌平君，您看法如何？启奏大王，确实有那么几分相似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跟楚文相似？楚夫人，您这么快便断定，难道您先看过这卷帛书？本宫的意思是，我也是楚人，可以帮忙一阅。拿来，给本宫看。楚夫人，该不会韩非先生喝的毒药就是你给的吧？你不要胡说八道，跟本宫有什么关系？是不是你做的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大王，臣妾冤枉，臣妾与韩非先生素无冤仇，为何要加害于他？请大王明辨黑白，彻查真相。跟不跟夫人有关系？摊开来说便是。赵高。在韩非先生的牢中发现了这个，经中常侍和永相令调查，这是南楚的琉璃珠。敢问这是不是你的？这琉璃珠为何会落在牢里？大王，宫里也有其他楚人，他们也能拿到琉璃珠啊！一派胡言！这琉璃珠是你们南楚上等的东西，只有王族才能拿到。那么你告诉寡人，在这宫中，除了你，还有谁能拿到？大王，臣妾是冤枉的。臣妾是冤枉的。工人们都已经招认，刺毒的就是楚夫人。如今证据确凿，你却还不承认。况且，
太医也跟寡人说了，这毒药和赐给景良人的药里面都加有离炉。这么巧的事，你说若你能一字一句证明这琉璃珠和你并没关系，寡人便信你。楚夫人，你已经让景良人滑胎了，为何一定要置他于死地？我大王，臣妾是冤枉的，臣妾没有杀他。近来夫人做的龌龊之事实在令寡人心寒，你别以为寡人不知道，李夫人被绑出宫之事也是你干的，寡人只是找不到证据，无法定罪而已。大王，臣妾真的是冤枉的，这琉璃珠，这琉璃珠是臣妾给韩正使的，那信也是韩正使拿出来的，对，就是韩正使害的，是韩正使要加害于臣妾。这朝堂之上还有谁不知道韩正使听命于你？若不是你指使他，区区一个小长史岂有如此大胆？你说你还有何事要说？你与李斯串通，还想把责任推给别人？李斯，你还有何事辩驳？禀大王，臣惶恐，臣只是妒忌韩妃受大王重用，但臣发毒誓，臣绝对没有毒害韩妃先生，臣真的没有。你们说不是冲着韩妃去的，那你们告诉寡人是冲着谁去的？是冲着寡人吗？臣不敢。大王，臣妾真的是冤枉的。楚夫人因构陷韩妃先生，诛杀来国客卿，被贬为四品良人，逐出昭德宫，带走。大王，臣妾是冤枉的，是冤枉的。大王，臣妾是冤枉的。大王，廷尉大人，难道你就不好奇这卷帛书里面到底写着什么吗？这帛书并非以楚文所写，明明是韩文，是韩文。我何时说过这卷帛书里面写的就是楚文？是你们自己疑心作祟。可想而知，廷尉大人并未看过这卷帛书。当初构陷韩妃先生的时候，倒是言之凿凿啊。厉夫人，原来是你在设局。如若不是我设局，怎么能套出你说的话？本宫不过就是利用你的心虚，让你自己认罪罢了。李斯，你还有何事要说？老臣冤枉，臣冤枉大王，大王，臣真的冤枉。李斯与楚夫人勾结，构陷韩妃先生入狱，念其对大秦有功，寡人罚你50大板，你欠大秦的要用你这辈子的血汗全马来还。谢大王不杀之恩。带走。我怀疑有人借楚夫人之手杀了韩妃先生，当然这一切都只是我的猜测而已。我总觉得这背后还隐藏着我们没有发现的秘密。大人，此次蒙大人之殿，秦军惨败。用李牧败秦，这只是第一步。若要助公子夺位，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。你若有意反燕，为什么不和寡人商量？寡人视你如兄如友，
你却让最疏远你的燕王来给寡人送帛书，你让我怎么想？让我如今还待在咸阳，这就是委屈。太子殿下，大王有令，近来城中时有不安，太子殿下身份尊贵，为护卫太子殿下安危，特派臣率一队虎贲军来守卫太子府，日后所有进出人等皆由我虎贲军看管。燕太子丹给我这个到底想要我做什么呢？为什么是诗经？祝丹离秦。天南地北，隔着银河相对，千年等一回。千山万水，眺望你的娇美，让心越愚昧。遥遥天黑，脚垂，眉间锁针，一日的夜。等到世纪末岁，山川成灰，容颜的枯萎，留下爱在世间不断的轮回。看透喜悦伤悲，百转千回，生死梦相随，走遍天地与你永飞。只无言之罪，摔在地里，对地哭。你井底安睡，雨打风吹，也只纷纷人让刀剑不绝。天天与你，